啊，美乐蒂出花，梅姐顺序已经换了吧？对，换了，应该没问题。这对消逝的主数就无视固定 combo 了，虽然说这样已经敌方是试 combo 指定盾了。现在700等以上、400等以上 ，OMAX 进满合作也都万元有找了，是不是该回坑玩一下了？随时都可以回坑啊，其实。方糖终于白金了，真的假的？你打那么久，你从我们那一天玩到现在都还在爬吗？太狠了吧，糖姐！哇，这一季真的不好爬哎、欸，看那个。堂姐爬那么辛苦，知道？王冠七族属性猪而已，哎，为什么？啊？不是八组吗？1、2、3、4、5、6、7、8，八组啊？为什么不用阿潘当副队长？因为王冠啊，王冠有一关是那个……我靠，这火珠也太分散了吧！我们先花一回合把这个火珠聚集一下，好吗？哦哦，你该玩四个小时哦，所以上次我没玩之后你也没玩了是不是？都会跟朋友练枪吗？你说 Apex 吗？会啊，我都跟那个莎莎还有冠哥练枪，然后都打不赢他们。17颗是怎样？试着手转看看好了，看我转不转得到。分数扣那边中两场就没分了，对啊，所以这季真的不能太冲哎、欸，堂姐你那个之前的打法可能要改一下，会比较好上分，这好像不能开、欸。哦、oh. ，OK， 手转好扯，正常啦。啊，开附加的效果，可以排猪喽，总算。最近转猪都断出了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电竞保护贴。啊，你不要洗屏好不好，一层。哒哒哒哒哒哒哒。若是你有手机转猪的朋友，可以参考我们。那个电竞保护贴超好用啊！附加效果消除吗？太狠了！那这边直接转吧，消4的倍数，我们就可以无视这个固定 combo。不要洗屏了，它是厂商吧？我不知道。在一层之前，我来看过台吧，我记得。啊，7的绝对历史啊，我没遇到哎、欸。其实如果大家要不赌运气的话，但一季关可以直接选关卡资讯、欸、你就可以看到你这个随机的是出现什么东西。如果你讨厌那个结界地形的话，消无鼠结界地形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看然后退出啊。你看右上角，我直接跟你们讲一下这关卡资讯有没有。你直接点那个第七关，对吧？他直接跟你讲啊。然后像后面有个随机的关卡，我们看一下，第13关也是随机的嘛。那我们点一下，你看他直接跟你讲，直接不用猜。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赌那个遇到无鼠结界地形的那一只的话，你直接点第七关看一下就知道了哈。狠不狠？这招狠不狠？聊天室。这边不要消木珠，然后一补盾。第几关姐姐？第七关啊，第七关，你第七关看一下。防止美乐蒂叫吗？可以防止美乐蒂叫吗？我没有研究出方法呀。好像买那个之前那个造型，它就会叫哎、欸。我也没办法阻止。要怎么样？
这个要怎么阻止他叫？我没有研究。第四只没练到可以换什么？还原版面的吧，神族或妖精的都行。嗯，妖精的更好，就把那个凝结珠给用掉的角色啊。其实 第四只也没有用，就是拿来解那个无鼠盾也没用，我们也没用到。下一个附加效果小组在十一关应该可以开了吧？无视拼图盾。好，跟他说拜拜。叫不出来，什么东西？你毛腹黑哦。哎，可是什么没有卖那个口，什么塞住嘴巴的东西啊？什么口球之类的、啊？有的话我就买了。靠杯，好像有人在开车还是什么的、欸。西康。我们消四康宝，直接无视。一二三四，可以吧？无视那固定康宝。下面有点切到了。哦，对耶，我看一下，我把它那个上面一点，还是缩小一点好了。上面缩小一点，这应该没切到了。OK， 这样会看得会舒服一点吗？好，然后这里的话是不守消某种珠子，然后要叠珠，直接排珠就好了。又这样，我阻止不了啊！知道怎么阻止我也不知道。明年没有耳机了，你会拿到口罩？好啊，直接送啊，没有问题啊。什么有种就送口球啊，敢送我敢用啊。如果想快一点把步数划完就可以。哦对耶，好，那我们把步数划完好了。哦，造型拔掉就可以不用叫了。哈，你们不喜欢听美乐蒂叫啊？真的吗？还是因为旁边有人在看台，家人在看台，不能叫是不是？换造型能不能关掉，这个我也不知道。哎，等一下可以来试试看吗？有人可以帮我试试看吗？换掉造型他就不会叫了吗？各位，这就为什么想先看美丽音乐会唱，原来是这个原因吗？我以为是比较好通关这个原因。剑戟什么意思吗？我不懂。哎，那什么意思？什么是剑戟？好，先直接开这个，然后个人觉得这个可以关掉，这个可以关掉。但应该就可以过了吧？他血量多少？好，没多少。他血量是14亿吗？请问是14亿吗？到底多少血量啊？豆子的竹筒可以养？没有，这边没有这种服务哈。第一关，超级技能重置在第十四关，所以这边可以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删掉就不会叫了，有必要吗？但是我喜欢让他叫，哎、欸，我喜欢让他叫，哎、欸。他叫起来没关系啊，很棒啊，怎么了？为什么你们这么不喜欢他叫？啊？很会叫的呀。然后呢？抖，好像可以关掉。
可以开这个，关掉。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对吧？这样就比较好解了哈。第十四关，刚开始听还好，听着有点吵。哦，是这样。六九，敌人打六九，我会死哎、欸，我会死哎、欸，这队也有减伤。哎、欸，我问一下，这队包含减伤，这队是不是不会死？对吗，各位？我记得是这样。高潮离异的声音好听，我很喜欢。对啊，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看得到减伤。所以我应该不会死吧？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抱着实验的精神，看我们到底会不会死。好、哦、好、哦，不会死、欸，好棒哦，赞哦。那我们这边的话，继续洗技能，只要我们想要满的就不会死。有减伤啊？你是全腰的话就不会死，前提是血量要全满。我这边想要把那个珠子全部敲掉了，然后下回就可以打他了。反击不会啊，你削珠子他那个没有攻击性就不会打你啊。好，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打他吧。哇、哦、这版面好美啊。哎，这样好了，比较刺激。什么意思？伤害刚好哎、欸、哎、欸、没有伤害，他才30亿，我打90亿，所以伤害超出很多。一二三四五，蓬莱还会复刻吗？蓬莱还会吧，我记得在合作结束之前还会再复刻一次哦。应该可以开吧，后面没有附加效果消除了，直到王冠为止。一二三四五六，哎，一二三四五六，对吧？怎么黑黑的？这我记得无视，我记得这个好像没无视哎、欸，因为他是要你需要指定 combo， 你才能打他。所以这种是没有武士的，我记得啦，我也不知道是怎样。OK， 七康，三，就是你遇到这个，你还是得乖乖排，即使你队伍技能有武士。对啊，自残的无视不了。其实我觉得这设定蛮白痴的，但没办法，他就是这样设定设计嘛。四康没有无视哦，没有无视哦，你可以玩玩看。他这个是比较机车的哦，他没有无视。嗯，是不是哪里怪怪的？哦，没有，这样刚好。还知道黑白出欸，没有，等一下开那个一封网就不会了，不用，没有黑白出了。啊？我靠，这个用转的真的是难度激增欸。我记得我之前好像自虐过，我用那个智狼来打这个。然后直接用手转，我记得超夸张的。无数强化盾，我要怎么无视无数盾？这个对吗？我记得。哎，我这样有无视无数盾吗？各位，我这样算无视无数盾吗？还是直接打就知道了？直接打就知道有没有无视了？是这样吗？
直接打打看好了。这层就另类木北盾啊，没强化，天降有强化，我记得天降会有光强化那些有的没的啊，过了呢。好，第十六关，海亚库，海亚库，莫斗海亚库，没有开玩笑，对不起。好。问号，我不用是不是？哦，我想说融入一下，融入一下这个队伍，跟着叫一下，不用不用这样是不是？感谢小豆生的快乐内来北极体验脚底下冰块裂开的感觉，死里逃生活活了，天哪，太狠了吧！我没有想象，我没有办法想象脚底下冰块裂开是什么感觉，好狠哦！哎，他都一直黑黑的，怎么办？我要一直黑白盾哦，我自己增加难度哎。人类版主现场，这也不是群聊，这也是男同俱乐部。鉴于你这段要被黄标了，到底让别人这样叫啊？不是我在学他吼。然后这边是八康盾，我们就这个盾牌就可以无视了，吧。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应该吧？应该有五次吧？跟你脸一样黑，什么东西很黑？我想一下，下关有附加效果消除吗？好像也没有，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一直排到底了，对不对？我们这边要开龙科控场一下，哎，不然其实也可以开妲己二技能这里，对不对？妲己二技能我记得有回避因为是全妖的关系，所以可以挡死，对吧？这边其实可以开妲己二技能吧。不过龙科也行啦，我带那个九凤的龙科，所以这边解的方法也蛮多的。没有腐化龙科可以过吗？当然可以啊，这一关又没有什么腐化龙科有无视东西的，你带不带腐化龙科其实无所谓啊，重点是你队长选九凤龙科就行了。开眼的时候可以开一边方，开九个黑白，我知道啊。如果你们真的很对黑白猪很敏感的话，你们可以刚刚一遍黑白就可以等那个技能跳就可以开一蜂王的主动技能，那我是还好啦，我是没那么敏感，不能消木跟火，就这样吧。每回合排出，他喜欢也没到喜欢，这也不反感，我已经习惯了。黑白猪也没差。哦，他这个怎么运作的？是先转新猪吗？是先转新，然后再把新猪给转火跟木吗？是这样吗？什么是新的二十层？你说新的二十层吗？下个礼拜吧，根据官方的说法。哇操，这有点难，还剩多少个？哇，没叠珠，尴尬了。火跟木，应该可以过吧？刚看完妈祖回来啊，哪边可以看妈祖？你是说妈祖绕境吗？还是那个直播啊？嗯，妈祖
这样好了，应该有隔开吧？啊，干你娘，消到了，怎么办？我记得最后一回合好像没差，我记得有差我就死了啊，没差，好险！最后一回合才出事哎，笑死，差点没啦！妈祖绕境哦，看完《奇异博士二》了，好看吗？《奇异博士二》会很推吗？没有玩原神了吗？对啊，没玩很久啊，觉得还好啊、哦，还好。觉得玛雅比较黑还是黑白猪比较黑？黑白猪吧。玛雅这么黑吗？真想没吧。灯不要小水珠，应该就过了吧。好猛哦！我从头黑白猪到尾哎。等一下下一关就可以解除封印了。下一关我们就开那个技能了。不过最后一关解除封印好像也没差哎，根本没差。先开这个，然后再开这个。当机有靠背啊！哇，你妈妈有看哦，好好神奇哦。然后再开这个。这好像也不用开，开二技能就好了，然后再开这个，什么？然后再开妲己排珠，好啊，这应该有手消八吧？这个一定手消八的、欸。啊，最后开个龙科好了，反正应该我觉得我猜应该不用开龙科也能过啊，但是开个龙科保险一下。都打到这边了，伤害不够很尴尬。我觉得这队蛮轻松的、欸，你们怎么看？我在跑的时候看到北极熊哎、欸，真的假的？你能带回来哦？带不回来吧？你不要被北极熊打死，就万幸了。野生的北极熊有这么好相处吗？这个也是轻轻松松，各位。